我们现在是走中奖的彩排结束，后台结束。你看看这个人啊，彩排完，你看整个他流成这样了哦，妆还是很完整的。哎、欸，我今天妆发到了，因为我刚好前面有工作，我想说趁着蔡哥还在的时候，要找蔡哥来跟我一起开箱七月半团长已经开箱过的传说中日本最难喝的汽水。这汽水偶尔是什么醋什么的？我跟你讲，这很屌，一个是饺子口味的，然后一个是这个口味的，对。哎、欸，我不是。生活中，今天又吃这么多，这两次有便当。没有，我跟你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拿便当，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拿两个嘛，他说你要拿几个都可以，所以我就默默拿两个进来。你要不要喝看这个？号称日本最难喝的汽水。来来来，大家都加入千千生活中这个很优质的频道，对，这种绿标频道，真的，也是黄标频道。我不是很，我从来没有被黄标过哎。天哪，这怎么写饺子？饺子酱油吧？饺子口味的。这是汽水，这是汽水。饺子口味，真的啦，喝看。饺子，你知道他爆出我的时候，天津饭会自爆。饺子，因为我爆了，因为我们现场哈没有那个小杯子，你们就用瓶盖来代替可以。那我们先来一气口卡类，一气口卡类，草莓咖喱。我跟你讲，十多年前 YT 最帅，去旁边那个框框里面。没讲对了，不错，一个是不是有点框不太进去？框不太进去吧，就整个一路塞不下我。吓死我了！什么叫草莓咖喱？这两个东西也不会放在一起啊。草莓，这什么？草莓咖喱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草莓。草莓咖喱，好，我们总奖顺利，哎，总奖顺利，耶！好，吃上看。哦，我懂那个感觉，我懂那个感觉。哇，超难，你要喝，超难喝的，那很像是你用你吃完咖喱饭的碗装汽水。对。来，我们比美喝看，你们这边好喝吗？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哎。等一下，我们的杜冠霖先刚点头了，你觉得好喝吗？草莓味的咖喱呢？对啊，蛮特别的。你觉得它不是很化学？而且它觉得 OK。可是它咖喱很廉价那种咖喱，荧光咖喱，快餐店那种荧光咖喱，就是那种咖喱粉没有搅散的，对，没有咖喱，就是会绿亮亮莹莹的那种荧光咖喱。营养午餐会出现。对。弟妹居然过关了、欸、你过关吗？咖喱很够味哎、欸！你不能过关这个，你是有开饮料店的人、欸。你没有开饮料店，开饮料店，所以就是要尝试各种不同的口味， okay, 所以你就口味，懂它的美感在哪裡。对，就是我们必须要一直 try and error， try and error， 然后试出最好的。对对对对，刚刚那个试尝试，试错。我不要去，我思绪好乱。我是觉得它很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饺子。我跟你说，饺子很屌，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打破了一罐。哦，你们家现在生化危机。哎，就剩下这一罐，对不对？就剩下这一罐。你们打破一罐，是汽水味重还是饺子味重？哇，什么都重，好重！你超标哎，这不行啊！这不行哎！哎，那蒜味，哎，这真的不行哎！好重，还有蒜味，这是臭的，很香哎！你为什么要有点香啊？你是看你能不能？蒜味很淡耶！哦，这是我们都可以。弟妹，你认真。料理耶，料理的味道。找一百个人刚吃完饺子，然后一直往那个水里面吐气，那感觉。对对，这感觉就是昨天的蒜蓉酱没有用完，然后泡在茶里面喝。学校喷烫。我们先喝看，我们先喝看。真的要喝吗？我可以啊，哎呦，干你老骚的，干你好难。哎，其实啊，喝了之后就不错。酱油水，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你在说蒜酱水？其实我觉得喝下去之后，觉得它的尾韵不错，有个炭烤的味道。炭烤的味道，那酱油太呛了。不是，它有点尾韵，有个黑蒜头那味道跑出来。对，太难喝哎，好可怕。你要，那你可以再多喝一口。我就是觉得这块不行，我靠！太大口了，什么？你真的假的？欸、我觉得这个比上一个草莓咖喱好。我觉得草莓咖喱才好吧。上一个我选草莓咖喱。我也选草莓咖喱。我也选上一个。这种蒜蓉酱有种回到故乡的感觉。回到故乡。我还想吐哎、欸！哎、欸，怎么办？我在帮你做结尾。庆祝走中奖，签你下队好了。不然我们只要收过输人再喝一口。输的把它炫掉。好了，输的把它炫掉。炫掉。三秒。三秒。你主持人来，为什么这就找出来？三秒。好，你刚好很爱喝，可以刷刷看。我是没差，我对我来说，你们的惩罚是我的快乐。你都红，你脸都那么红，你是啊？你说你的鼻头发还红？冠霖，你为什么这么红？你没有参酒啊？你没有参酒，你没有酒，你没有酒。好想你。来啊，剪刀石头布哦。真的不要了，三秒就好，灌三秒。没有，我到三秒啊。没有，剪刀石头布。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个我可以喝，这个我可以喝。
天秤座，童年天秤座，就是我们帅的地方是不同角度的。他是董卓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传说中孤圈的天才。不用，孟获，孟获。来，要 PY 吗？快点，快点。不是，你爱喝你就喝吧。来，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游戏。剪刀石头布。啊！怎么可能？我是平衡游戏，我们刚才提议的，你提议限掉，限掉，限掉，你刚自己讲的，限掉，限掉。哎，猪脚，如果他把它喝掉，他明天那个西装不能穿怎么办？可以啊，我今天回去不吃饭，不会吃，有啊，我晚上不吃了。他那个西装有留阿索比啊，其实阿索比就空间了。其实我刚刚预演穿的时候，已经没有阿索比了，阿索比今天打到还是那个味道，打吧，打吧，打吧。我跟你说，那不然你两罐水罐。我那个、啊，草莓咖喱，我怎么草莓咖喱？你觉得哪一罐最好喝？我觉得饺子比较好喝。那我们喝一季够咖喱。哎，董卓，董卓笑出来、啊。你懂做节目哎、欸？你这个转变可以。我跟你说，两秒就好。炫了，他直接一句话炫。他说要炫，你说两秒就他。冰都没有在那个，我突然带直接可以下掉，信不信？你不要真的下，不要，明天要表演，明天要表演，两口就好，两口。多一点呐。还没啊，零一。2、3，哇，超多的哎！哇，这个，哎、欸，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都汽水，汽水配什么好喝？我这边快塌掉了。你那个电马嘎挖过来跟汽水套头，我也是喝下去。你也是喝下去？我是拿去电马嘎口味的，你敢出敢喝啊？拿纯酱油过来，拿过来喝啦。还在那闹哎、欸，频道主要炫个两秒了啦，炫个两秒，频道主倒个两秒，你帮频道主倒一下，来炫一下，倒瓶，你说像外国的吗？咬瓶盖，然后，哦啦，怎么会有猪圈？怎么会有我猪圈呢？他会拿着那个，他会这样子，哦吼，然后你要看拦路猪啊。哎、欸，他那个短片观看数500,000-700,000的，外国人，外国人，对对对，真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可怕，因为我想说，哎，这影片拍的就是，然后两个现在在我后面现在没有，他本来想放在副频道，我们不能接受，影片放在副频道，我们要把它拼到主频道，浑身解数。身为一个频道主，你是想要试试看两个一起灌？哎呦，哎呦，两个口味是怎样？草莓咖喱加饺子汽水，呜，就在你嘴巴里。对 ，fit，fit，fit，mix， 这次跟那么多人 fit， 你就跟汽水 fit。你们告诉他，还要处理一点味道。其实还是我们芊芊说的算，毕竟那个备份就放在那边嘛。什么备份？哦，对，那你坐着，坐着。来两个 fit， 这样倒到嘴巴吗？真的假的？你吓我！他好歹是个 YT 玉女，怎么被你们搞成这样子？哎呀，我是说给他蛇王喝啊。OK， 蛇王。我搞了一圈是在我身上的。讲什么？是这样子啊？不是啊，给他频道主，他频道主，他自己要喝啊，对啊，给他喝啊，给他拼拼看啊，对，一口，好诡异哦，很拼的这频道主，可以咬，可以咬吗？可以，好，可以，你先，可以一点啊，不要讨论太久，他很尴尬啊，你先，我怕倒出来吗？不可，啊，哈哈哈哈哈哈，快，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欸，你要嘴巴里面有那个龙卷风，有他在混，他有在混了。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味道好重哦，你不开包风卷来不及走。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像，你干嘛皱眉头？不是很臭、啊？我不接受垃圾哦，光是讲话就有味道，我只会拒绝你。哎、欸，怎么啦？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干嘛？对，然后一直靠近你，但你有这经验吗？哎呦，现在做这种效果哎、欸，哇、哦！哎、哦，这是你要不是吧？不是，重点是你要告诉我们说两个 mix 在一起，不是？怎么会有一个后面的伴舞啊？口味 mix 在怎么感觉？很恶心，它已经是一个化学的味道，太硬了。他光讲话我都一直闻到咖喱味的，太硬了。快点啦，结束了啦。好啦，好，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大家对，芊芊生活中赞赞，昨晚赞赞赞赞，蔡哥车马就出发，赞赞啊，快去刷牙。没有，我就是刚刚我在讨论一个事情，这两个中途很奇怪，默默的去旁边不必，拍片到一半绕跑啊。不是，我刚刚已经喝了，我刚刚两个都喝了，对不对 ？OK OK。对啊，不尝试就是等。好，哎，好喝的英文怎么讲？Is it good to drink? Okay.